我们是一群那时候刚毕业的一群年轻人，一直想啊，大家都很爱做戏，毕完业可不可以再继续做戏呢？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一起成长，一起结婚，一起生孩子，然后大家的孩子都一起来做戏，在同一个剧团里头做戏。这时候，这是我们当时的梦想，也是当时为什么会成立戏剧团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家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地方呢，会有我们自己的剧院，我们在那边可以做我们要常要教的课，甚至在长期一直定期的做演出。这20多年来在戏剧河的人来往往走走去去其实戏剧河呢，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迷人的世界就是撮合人家婚姻啊，只是有一些在剧场的那些夫妻呢，他们都是在戏剧和认识的，然后最后就结婚。我想知道是谁的剧照。比如说啊，钟达成哦。